我是大山，今天已经是居家隔离的第13天。给你们看看，这是我每天被投喂的食物。日渐消瘦的是冰箱，日益增长的是体重。每天听到宿舍说的最多的三个字不是我爱你，而是吃饭喽。今天吃你最爱的爆辣鸡爪螺蛳粉，还有你爱的炸蛋。松师做这个螺蛳粉巨好吃，居然不出教程。教程在这儿，自己看哈。你们知道吗？距离我上一顿吃饭也才半个小时前的事情。但是面对螺蛳粉，你没办法不饿呀。就你懂得多，我先来嗦一口粉儿。每次吃第一口这个螺蛳粉，这个辣味熏得眼睛睁不开，但是又很上头。撕一点儿，倒进去，让这个炸蛋吸满汤汁。真的是富得流油。如果居家隔离只能选一样食物，你们会选什么呀？我选螺蛳粉。我选螺蛳粉。我告诉你们吧，松师让这碗螺蛳粉变得更好吃的秘密是加了这个豆泡还有圆白菜，这个豆泡巨吸汤汁。这个镜头谁看了不咽一口口水啊？好吃呀。这个圆白菜吧又带一点微甜，煮软过后夹着粉一起做，这口感你们吃了一定会来感谢我。我最爱的一口肠。太幸福了。来，这鸡爪你们先吃。来一个一秒脱骨，爽！你们知道吗？这是松师第一次炸炸蛋，把这个炸蛋给泡进去，我觉得还是成功的。那是相当成功啊！真的好好黑呀、啊！来上个厕所。你们的男朋友是不是也老爱上厕所，而且蹲的特久？你没有打火机，却能点亮我的心。最后一颗一口肠，我宅家这10多天吧，每天都要来5-6颗。有瘾。这就吃完了？没给我留点儿。你自己看，你这一走就是10年。他已经走10年了。明明才40分钟啊。